到这篇报道，在范冰冰36岁生日当天，李晨成功求婚，这对娱乐圈佳偶在相恋2年多之后终于修成正果。之后范冰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起被求婚情景，范冰冰说，其实它只是每个女孩都会经历的过程，终身难忘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到老了都会觉得它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要保存在内心，永远不会忘记。至于婚期，范冰冰坦诚，我们两个人都挺忙的，她在宣传电影，后面还有电影要拍，没有定好什么时间，还要商量，还希望有稍微充足的时间吧。这是人生大事件，请给我们一点时间。